天下无双。 万物皆有灵，暗器、气魄、成说，以绝望挥剑，着逝者为铠。不做无法实现的梦，人。 总得有个活着的理由。道路很远，脚步更长。人生是场穷游，偶尔也需要暴走。再多喜欢阿离一点，可以吗？ 有缘又有聚，才是阿离的舞台。谁见到他，谁守望他，谁在枫叶的季节从他身畔归来？心怀恐惧，方能无畏。 保持敬老的美德，能让你们碧莲被点掉。太吵了，需要你的和平。变形，出发！ 天下如棋，一步三算。不做没有绝对胜算的事，你命数已尽，一切都在计算中。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 法则和禁忌存在的意义，不就是被打破吗？花有再开的那天，人有重逢的时候吗？华丽又漂亮的生存到最后。